我媽好早期啦，五十幾歲嘅時候，佢係老人痴呆。咁頭嗰十年其實咧，都產生好多麻煩，同埋好多嗌叫，同埋對我媽嘅態度好差。其實我好想藉住呢套《幸運是我》，係同我媽講一聲 sorry。小紅姐月前先至咁樣講過，點知星期二下晝。亲爱的母亲，这些年你实在太辛苦了，不要挂念我们，好好在天堂享福吧。我们问过小红姐，她表示不得闲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而她经理人代答话，小红姐情绪 OK， 因为为妈妈都病了一段长时间。据知小红姐未安排后事情况啊。